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二面主山神啊，这一段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了七位上首，现在我们从第八尊看起啊。第八尊是微密光轮主山神，这一尊菩萨德号里面有微密，有轮，微密是讲的功夫，用功，微密观照，轮在此地是表法的，佛门里面常讲的法轮常转，光轮跟微迷集合起来，这是甚深的教学。主山神表智慧，表智德，那么这个意思就非常恰当。唯有高度的智慧，圆满的智慧，才能够讲世出世间一切法，做微迷的观照，这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世间现代的科学家，他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可以说的已经到相当微密的程度。譬如说到物质，他们已经观察到所有物质是波动的现象，事实上完全没有实体的存在，全是波动产生的现象。这种观察可以说是相当之精微呀。那么这个观察非常可惜，这些科学家没有能够接触到大乘佛法。他们如果接触到大乘佛法，比我们一般人开悟容易。啊，什么原因呢？还是一个原则，他们的心定、心清净、心专一。佛法里面讲，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些专研科技的，他们的思虑都集中在一点上，所以有这样精微的发现。
那么他这个发现，这种说法，给佛法里面讲的意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由此可知，世间万事万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无不是波动的幻象。那么既然讲波动，就如同流水一样。我们这流水是波浪形的，这个水呀，有缓流，有急流啊。缓流啊，非常平和；急流犹如啊，这个海滩啊，江河里面也有急滩。这个船只走到那个地方非常危险的，就险滩了。一切波都有这个现象。波动必然遍及虚空法界。像我们在一池水里面投下一个小石子，它就起这个波浪波纹，逐渐逐渐的这个波浪就变满这一个池。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物理的现象，这个波动啊，速度缓慢，我们心里面这个波动，那个速度就太快了。就起心动念，是很粗显的波浪，心波比电波殊胜太多。这个电波无论它的速度，它的影响跟心波比不成比例。那正如同我们看到水的波浪啊，跟这个电波相比一样，它不成比例。心的波动，即时就能变虚空法界。那个速度太快了，超过光速啊！光的速度不是最快的。这个心的念头啊，快。我们这个地方才起个念头念阿弥陀佛，你看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告诉我们，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啊！如果说一个佛国度是一个银河系，那就是它在十万亿个银河系的那一边，那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可是事实上，这一个银河系是不是一个佛国度？许多人讲法不一样。黄念祖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后面有一篇文章，这是附录进去的。那么他有他的一个看法，他的看法，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世界。
如果要是这个看法要是真的话，这一个佛国度就太大了。一个小千世界里面有1000个单位世界，那么换句话说，一个小千世界就有1000个银河系啊。一个中千世界呢，再乘1000。啊，在一个大千世界就是1000个中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样子，1000乘1000再乘1000。10亿银河系。10亿银河系才是一个佛国度啊。10万亿个佛国度，这个距离太遥远了。我们用光的速度去走，恐怕也要走上几万年，还走不到了。还达不到了。可是我们心的波啊，这个地方才动，那个地方就到达了。诸位想想，这心的波，跟这个物理上的这个波动啊，不足以为比啊。心的波动啊，起念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上于一切诸佛感应道教啊，下于这个一切众生，这是楞严经上讲的同一悲念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啊，就能够感动虚空法界。那么我们知道，一切众生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净有染。啊，这个善恶染净呢，就影响到世间。啊，这个就是经上常讲的，正报，这个依报随着正报转。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怎么可以说我们这个一切自然环境与我们起心动念没有关系？那怎么能讲得通？所有一切一正庄严都是波动的现象。波动是能生能变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所生所变的，能所不二，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呢，会影响啊一切的物相，会影响到虚空法界，不但影响我们居住的地球，影响太阳系，影响整个3000大千世界。不仅如此，再推广，影响一切诸佛刹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念头是恶，所现的境界秽土啊，佛经里面讲的无住卧室，现这种界，现这个相啊。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善的啊，这个善念呢，这个波就是非常平和。所现的这个现象啊，诸天啊，
欲界天、色界天，乃至于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的法界，善心所变现的。如果是净业现的，那就更平了，真是现的那个相啊，那个波是清净平等的。换一句话说，极微细的波，这个波动所现出来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也是波动的现的现象，但是它那个波动幅度最小，小到我们凡夫没有方法觉察到，那是极其微细的波动。那么这是近代科学家他们的发现，跟佛法讲的很接近，所以这个世间心地善良的人，我们今天如果要看他心地波动从哪里看呢？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从心电图上来看。你到医院检查身体，你看看心电图一打开，心平静呢，他那个心电图就是很好看，像水平一样，有波动不大。这个妄念多的人呢，他的心电图就上上下下七上八下，那都完全不一样。这很明显的就测量出来了。我看到这一尊菩萨的德号，我跟大家讲的这些话，与我们现前消灾免难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理论上的关系。今天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病？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就晓得，现在世间人那个心是什么样的心？贪嗔痴慢啊！杀盗淫妄啊，忤逆食物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这还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居住的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谁破坏的？我过去跟大家说过，哪一个人破坏？谁造成这么一个恶劣的现象？我造成的。我的心不善，我的念不善，不要去怪别人了，我有责任了，勇于承担啊。换一句话说，我没有修得好啊，让世界这么多众生遭难受苦。真正学佛人看到这个现象，要回头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我们真的觉悟，真的明白了。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外面这些自然灾害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对它毫无能力，这个是迷信，这是错误，把事实真相
完全看错，不知道我们心念在不知不觉就影响到大自然，影响到大环境，不仅仅影响了这个地球，而且影响这些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影响它运行的速度，影响它运行的轨道，影响它这个轴心。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觉悟明白了，认真的修大忏悔法门，我们救自己，我们救度一切众生，我们改过自新呐！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就是念佛念佛何以殊胜呢？念佛是最有效的，把我们的心波纠正过来过去我们这个波杂乱的，今天我们用清净心念阿弥陀佛，恢复到自心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的波最温和，这个波动幅度最小的，确实能够恢复环境的正常，恢复自然环境的规则的运行，所以我们过去曾经也讲过多次我们讲的环保，环保从哪里做起？从心地做起，然后才能够收到效果。如果疏忽了心地，心地是破坏环境的根源，你这个根源你没有把它导正过来只是在枝末上用功夫，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要从根本，才能够收到真正的效果那个根本也就是大乘佛法教义的真正基础，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基础就是讲的波动相中的经论分析的微细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从无明生三细相，从三细相呢再生六处相这个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今天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佛把这四实真相说出来了。宇宙跟生命起的起源，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动一念不绝，这才真正把这个根本的因素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这个世界一切染净善恶，我们自己能做得了主宰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
若能转进则同如来，我们自己可以主宰改变环境。这个是佛法修学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谁能达到？佛菩萨做到。佛菩萨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佛菩萨有能力把秽土变成净土。将恶事变成善事，他有能力。这个能力的根源都不外乎波动的现象。那么我们今天在念佛堂念经，念这句佛号，这么多人以真诚心、清净心、大慈悲心在称念，诸位想想看，这个道场啊，就像这个新波的发射台一样啊。世间众生那个波虽然是很乱、很杂，也相当强大，干扰我们的物质环境，干扰地球的生态。我们今天发出这一股波动的力量也不小啊。这个力量发出去之后，也能够对它产生了障碍，缓和它的破坏力。这就是念佛能救度自己，能救度一切众生，念佛能挽救地球的生态环境。道理在此地，你要不能彻底了解这个道理，以为我念这几句佛号能起什么作用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疑问，那我就答复你，你念的佛号真的不起作用。你问为什么不起作用？你这一念疑惑啊，就把你这个念佛功夫破坏掉了，你还起什么作用？如果你这个念佛里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力量大了，这个波放射出去非常非常大了。何况我们这个波发射出去，又得一切诸佛菩萨的波跟我们结合成一起，你说这个力量多大？能消众生的灾难，能度众生的苦厄。总在真心，你的心越真诚，这个效果就越强大。心要专一，这佛在经上讲，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世间人造业还没有至心一处啊，所以他那个业并不可怕。我们今天用至心一处这个力量来对抗它，就能产生很大的效果。我们以善念冲击它的恶念，以净念冲击它的染念。这是念佛基本的一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对于念这句佛号没有信心。我们念佛了，没有做到一心成念，一面念佛还一面打妄想，啊，还是有夹杂。啊，你可以做到是，你不怀疑，不间断，但是不怀疑，粗的那个怀疑的念头没有啊，细的疑念呢还是有啊。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白。啊，这个是一善的波对这个恶的波，一静的这个心，这个心波对这个染的心波，这是原理。你明白这个原理，你对于这个法门修学决定没有怀疑。那么下面就是呢，要做到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力量大了。哎，说实在话了，你一个人这个波发出去，可以对峙10000个普通人的波。啊，普通人那个心波没有你这么强大。啊，纵然他们这个波是个恶的，啊，是染的不善的，我们这个清净的善的，能够把它缓和。这两个波一接触，啊，就能够缓和它。那么这时微密光能主山神里面讲的微密观照的经义，我们修学真的有理论上的依据，真正有很明显的效果。再看下面一位，第九位，普眼现见诸善神。普没有界限的，普眼是慈眼，是清净眼，慈悲眼，大慈大悲眼。像观世音菩萨所示现的千手千眼，许多同修都知道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你知不知道有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有千手千眼普贤菩萨？说实在的话，每一尊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为什么特别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呢？千手千眼都是表慈悲，大慈大悲，眼到手到啊！只要一看见了，立刻就帮助，对元首立刻就到。所以特别用观世音菩萨来表法，任何一尊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看到众生有苦难，立刻就救援。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听说到的只好像听到观音菩萨，其他菩萨好像很少？菩萨来帮助我们，我们接受菩萨帮助，这当中有个缘。菩萨是真心，不是妄心。
我们凡夫六道凡夫的心是妄心的，不是真心的，那个主意常常会变的。佛菩萨用的真心，真心不变，所以他真心是安定的。在心电图上看，它是一条平线。极其细微的波动，非常缓和，非常有秩序，一点都不乱了。那么云，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以真心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众生跟他没有缘，不接受他的，那他没办法。他爱你，你不爱他吗？那有什么法子呢？这个就没有法子嘛。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缘分就特别深。观音菩萨爱世人，世间人每个人都喜欢观音菩萨。那么由此可知，总在一个缘字。那么在我们中国，真的是为了家家观世音。不管他信不信佛，他都喜欢观音菩萨，他都想供一尊观音菩萨。这就是说明观音菩萨与我们这边特别有缘，所以《无量寿经》上说，当我们遭在大劫难的时候啊，阿弥陀佛都劝我们念观音菩萨，都不要念阿弥陀佛了。这什么道理呢？观音菩萨与我们的缘太深了。我们实在讲，每一个人喜欢观音菩萨比喜欢阿弥陀佛那个程度要深一点，就这么个道理啊。否则的话，为什么不叫你念阿弥陀佛，到极难的时候就改念观音菩萨呢？他怎么有个道理在吗？那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对阿弥陀佛信心不逆呀。所以我们遇艰难的时候还是念阿弥陀佛。我们教别人也念观音菩萨，我自己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要问这什么道理，这道理已经讲出来了，你就懂得了。缘不同。所以我们在现在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啊，修因呢。因地时候啊，要跟一切众生呢结欢喜缘。要以慈眼看众生呐。即使这个众生无恶不作，我们还是用慈悲心对他，还是用慈眼看他。将来我们自己成佛了，度他就容易了，他跟我有缘了。这正是佛家所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在因地要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与一切众生结法缘，将来你成佛度的众生就多了。你要不跟众生结缘，将来成佛度众生也只有几个，不太多，跟其他诸佛一比起来啊，很逊色很多，这个就是结缘非常重要了，就普言现见，现是实现。
啊。那么这个戒当然不是普通的戒了，这个戒如来果地上所说的无因缘缘，也像前面一尊菩萨所说的微密观照，无所不见。彻见诸法实相，于一切法一一法中，都能够见到性相理事因果，对自己成就自己的智慧定功啊。那么对他现身说法，切离其己，能令众生得度。幕后一尊金刚密严独善神，经文上凡是看到金刚都是表金刚般若，它是比喻，比喻自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密也，这个密不是秘密，诸位要记住，佛法里面没有秘密，佛法完全是透明的，完全是公开的，没有丝毫一谜。这个秘是深秘，许多事许多道理太深了，凡夫见不到，凡夫体会不到，不但凡夫，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就是你声闻缘觉菩萨有时候都见不到，这个离根是太深了。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呢？金刚地后啊，你就见到了。相宗所讲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个根本识啊，能生万法了。所以我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我们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里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是个根源。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呢？金刚道后啊。金刚般若现前，你才有能力见到啊。见到这个境界呢，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彻法谛缘，这些万法的根源呢，你找到了，你明了了。所以主山神里面以宝峰开花，开端以金刚密严殿后啊，这个意思很深啊。希望我们修学要细细体会这里面的道理。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
这一句是总结这一个团体，他们来参加大会的人数也是无量无边。幕后这一句坦德，借于诸法得清净业，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他说因为主山是表智德最高，那么佛法的修学主要的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在一切法里面，事出世间一切法，智慧是第一了，智慧最高，智慧最深，用山来做比喻，所以在探得这个里面得清净业，你站在高处吧，你在看得清楚吧，你在看得远吧。古诗里头所谓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吧，你这已经到山顶上了，取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位这个上首德号里面呢，都有光这个字，总表智慧。那么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这个幕后这一句诸位要晓得，没有智慧就没有清净眼。那么换句话说，没有清净眼你就没有智慧。佛法能所是一不是二，决定是相辅相成的。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呢，眼就清净。眼哪有净不净？在心啊。心清净呢，耳也清净，耳根也清净，鼻根也清净，舌根也清净，六根通通清净了。这是我们现前修学学习佛法里面讲修行修正我们思想行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清净。无量寿经把它列在经题，清净平等觉。在哪里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生活里头点点滴滴，无论大事小事，起心动念要与清净相应。什么叫清净呢？不染就是清净。什么叫不染呢？能够远离人我是非，远离名闻利养，远离贪嗔痴慢，就清净了，与清净就相应。所以在动念头的时候还有我，还有人，这里面还有贪嗔痴，还有分别执着，这个心就不清净。要学学永嘉大师分别一非一我们的功夫才得力了。
我们与大众相处，不能不分别，不能不执着。分别是随顺大家的分别而分别，随顺大家的执着而执着。这个就是世间法讲的入境随俗嘛。也是普贤菩萨教给我恒顺众生嘛。自己有没有意思呢？没有。你就清净了。自己有一点意思在里面，你就不清净了。真用功夫啊，是这个用法了。在你的生活里面，工作当中啊，待人接物啊，跟一般人完全一样，和光同尘，就是里头啊一点意思不夹杂，这叫真功夫啊！那么你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完全用的是清净心。六根清净啊，得清净眼呢，这眼根呢，这一根得到了，六根通通恢复清净。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再看下面第八段，主灵神。清凉大师为我们介绍这个一个团体啊，我们现在人讲社团，这个社团主灵神，他们这个团体灵是森林啊，那用现在的话来讲，树神。这森林里面的树神，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树木它的高度超过一个人，这个树就有神。不是这个树成神了啊，不是的，是鬼神呢依附在树木。鬼神跟人一样啊，他要找一个地方居住，那么最方便的、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树，所以他把树木当作他的家了，他住在这个树上，我们就称他做树神。树神很多，有大树，有小树。世尊在戒经里面告诉出家的比丘，过去出家人在山上修行，用功办道，也得要找一个住处。那么当然在山上是就地取材，砍几棵树，搭一个小茅棚，可以遮蔽风雨，可以防御野兽的干扰，搭个小茅棚佛说了，你要去砍这棵树，一定要在三天之前去祭祀树神，供养他，祭祀他，诵经祝愿，告诉他，三天之后我要砍这棵树搭个小茅棚，请这个树神呢供养，把这树供养给我们，他赶快搬家，给他三天的时间呢，请他搬家。不是随便看到树想砍就砍，不可以的。看好之后要来祭祀。
正是要给他教训。这样我们对树神尊重啊，他也欢喜护持。树神不但不会扰乱你，还会当你的护法。那么这是佛在戒经上告诉我们，在此地着重表法的意思。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他表无漏的智慧。为什么呢？智是指导我们行为的。我们身的一举一动，口里面的言语造作，都是意在那里指挥，意在那里发号施令啊，身口啊去造作啊。如果这个意啊，心意成就智慧了，那这个身口的造作一定有不可思议殊胜的建树。我们是建功立业，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代表真实智慧，指导我们的行为，就像森林，一大片森林，这个树木长得非常高大了，比喻我们种种的见树。真正达到圆满的自利利他，取这个意思。这个树木多才叫灵啊。所以独木不能叫灵啊，树木多了才叫森林了。智是一个，真实智慧，其作用在四相上就多了，譬如财富、德行、利禄，犹如现在社会里面许许多多这些企业家们，他们有智慧，有财富，在这个社会上建树了许许多多的事业。大地企业在全世界各个大城市有连锁的分公司，这就像森林呢，这个树木的建树一样啊。不但他经营一种事业，他还可能经营许多种事业。那么以他的智慧，集合他的一些朋友志同道合的，组成一个财团。那么这样的建树，就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主灵神所表的，他的企业如何能做得成功，如何能做得对社会大众有真实的贡献，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就要好好的学习。请看经文：
佛有不可思议诸连身，不可思议数跟前面意思完全相同，数量太多了。前面讲世界微尘数啊，此地不可思议数跟世界微尘数是一个意思。下一段里面讲佛有无量诸药身，那个无量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文字说的不一样的意思完全相同，跟前面是一样的，都是泛指虚空法界。如果我们落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尽虚空遍法界这些企业家们啊，在这个经上用主灵神来代表这么一个团体，所谓物化如云诸连身，下面也列出世尊上首，那么这些企业家都是法身大士，都是佛菩萨应化而来的，不是凡人啊。他们是以这种身份出现，因以企业家而得度者，他就现企业家的身份。那我们仔细观察，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如果他的德行与此地所讲的十句的标准要相应、相接近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这个人是再来的。如果与这个是相悖的，那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他这一生虽然发了大财了，如果德行与这个不能够接近的话，可能他这个财团呢，不能够永远保持下去，所以公司会倒闭，会破产了。如果要叫他永远保持着兴旺，那一定要与这个经训要相应。你看这个第一尊表的是布施啊。那你有财富不布施，这为富不仁，你这个财富很难久享，所以一定要懂得布施，你要照顾社会大众啊，布施如云。这个花形容啊灿烂美观了，所说的是杂花，布施展布，
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以六度十波罗蜜布施给一切众生。这个布施平等施，清净施，布施里面三轮体空，《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就如云了。云表相有体无，似有力无，表菩萨心行啊。菩萨在世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在心理上刚才说过清净无染，他心是清净的，没有一丝毫的污染。污染是什么呢？自己有一点意识在里面就污染了。所以他的施舍、他的布施、他的供养如云出而无心，这才是真实的功德，这才是一个大企业家他真正的因地。他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他的分公司，都有他的子公司。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曾经吸这个因啊，今生得的这个果报啊。所以说实实在在话，这个社会上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啊，真正达到了巅峰，或者是名闻，或者是利养，达到超越常人，这样的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佛门里面修学的功德。过去生中学佛，这一生当中一享福忘掉了，如果是不幸啊，遇到些邪教，不但对佛教不能再相信，还产生排斥。实际上他的业因一定是在佛门中的。如果不学佛，种不了这么大的这个福报之因呢，没有办法种啊。佛家给我们讲的就三世愿，我们要记住这个三世愿是：第一世遇到佛法了，勇猛精进，修福修慧真干，来生享福做国王，做大臣做大富长者我们现在讲的是企业家。那么前世修因吗？修得好吗？所以第二世享福，一享福就享糊涂了。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确实如此。越是有钱的人越听骗，人家骗他，他很容易拿出去，劝他做好事不行，
一定要对他自己有利益。如果说这个事情做的对他自己没有利益，没有好处，他一毛都不拔。人家骗他，说这个事情对你有很大的好处，他很慷慨，钱就拿出去了，拿出去都丢到大海，石沉大海，就吃亏上当啊。修得再多，绝大多数啊，一生就想尽了，来生没福报了。享福这一生当中啊，决定造业啊，不要说其他的业了，饮食里面食众生肉，这个业就造得很重了。贫穷的人家想吃肉吃不到，没福，没福不是坏事情啊，少造业。有福报天天吃肉啊，不是好事情啊，多造业啊。这个佛法就讲啊，你吃他半斤啊，你来生要还他八两啊，你少吃就少还呢，多吃就多还呢，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学佛觉悟之后，我跟众生不再结这个缘了，我们选择素食，不再跟众生呢结缘。过去虽然造这些恶业，结这些缘，现在我们把缘断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吧？可是我们现在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好修得很好，又投得个人生，得人生把前一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看到别人吃肉，自己又去吃了，又造业了。所以福报享尽了啊，第三世就堕落了。福完了，这个罪报现前。不但你一生造的这个罪报，生生世世造的恶业，这个时候恶缘现前，恶报也就跟着现前。这是佛给我们讲三世月，提高我们的警觉，告诉我这个事情。一定要记住，真有智慧的人一定要避免。如何避免呢？决定求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没有法子避免。福享尽了，一定要往下堕落。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六道众生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的恶习其重啊，造作恶业很容易啊，善的习气力量薄弱，所以行善难。劝你行善，还要劝很多次，勉强再做一点好事，造作恶不要人劝他，你才晓得这个习气多重。所以菩萨法里面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布施。一六度万恨，利益一切众生，
就是第一位主灵神他所表的啊，不花若云。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福利的之一。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位慈善家，都很乐意，都很慷慨，回馈社会，行许许多多慈善的事业，帮助社会这些苦难的人。这个事情是做了，但是做的不够啊。慈济的工作，如果看到这个人没得吃了，赶紧送一点粮食给他；那个人没衣服穿了，赶紧送一点衣服去救济他。这好事啊，社会大众赞叹表扬啊，你那个福报就爆掉了，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行的这个慈悲救济太小了。什么是大的慈悲救济呢？把这个众生救出六道，救出十法界，大慈济啊。今天社会只看到这个小的这种慈善事业，大的慈善事业疏忽掉了，没人知道啊。救人要从根本救起，他根本的苦难从哪里来的？迷惑颠倒，造作我也。所以你要从哪里救起？要帮助他破迷开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出事法里头最大的慈济的事业，最究竟最圆满慈悲救世的工作是什么呢？教育。在中国，孔夫子是我们的榜样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是好样子，他们两位都是以教学来救济一切众生啊。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看到说哪个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赶紧送衣服给他，哪里人没有饭吃的时候赶紧去送你的东西给他吃，没看到啊。那是小事啊，所以事出世间圣人对于这一切众生呢，从根本上救啊。那么由此我们就明白了，布化的工作要怎么做。提倡教育，重视教育，要培养人才啊，这是真救济啊，真能够为社会解决问题啊。这个国家人才多了，什么事都好办。像现在
诸位知道，中国大陆水患严重啊！每一天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难过。如果有这个力量，我们办学校，培养治水的人才，水利工程的人才，他们有这一套的，有智慧，有这个能力来治水，我们这个患难永远可以避免了。那才叫真正慈悲济世。那治水的人才，我们就叫他海龙王啊。那我那个时候初学佛的时候还没出家。有一天我们由于这一个业机缘，跟这个台湾省水利局的局长，那个局长名字我忘掉了。一般人称他做海龙王。他那个相貌长得是个罗汉相。他说他前身是出家人。修得大概不错，这一生当海龙王。我跟他去坐一个车去看了石门水库，石门水库刚刚在测量规划的时候，那个坝还没建，他到那里视察这个业务，我们跟他去玩，看到那个罗汉像他也是学佛的。所以不错，学佛，你看看来生做官，做治水，这个好事情啊，真正利益社会也，利益众生啊。所以要为国家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专门科技的人才，为社会大众造福。这个就是古话如云。水利工程做好了，这个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建设。我们看美国的强盛，它强在哪里？基础建设做得好啊，这是个国家常年没有战争，人力物力都投入在建设上，他们的公路网世界第一了，公路、铁路，这是交通建设，水利工程，发电，那么现在就航空。所以这个变成是基本的建设，所以这个国家能够全面开发，对利于水利、交通、发电，我们办学校，培养这些科技人才，这个才叫真正慈悲救世。如果他有智慧，再能够办佛教的学校，能够培养弘法的人才，弘法的是智慧的教育，说实在话，这是根本的根本。人智慧开了，自然就能够牺牲奉献尽义务而不讲报酬，这样的人多了，这个国家怎么会没有前途？国家怎么会不强盛？
啊，所以智慧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教人觉悟啊。儒家跟佛家都是智慧的教育啊，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那么在佛法更向外扩展，人与尽虚空变法界的关系，让你彻底明了，彻底明了，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你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样才能把慈悲救济做到真正的圆满。没有人才怎么行？人才要培养啊，要教导啊，善于教导，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人才。你说没有人才，你没有教的好啊。果然你善教的时候，那人才就太多太多。所以佛教育是教一切人都做佛，都做菩萨，都拿出真诚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服务社会，来服务众生啊！你说这个教育多么重要？这个才是教育当中的根本啊！所有一切科技教育，那是应用的技术啊，应用的教育啊，入佛是属于根本的教育啊。那么今天讲到对社会的贡献啊，对众生的真实的援助啊，真正的爱护，真正的关怀，这才是一条正路啊。那我们这些凡人啊，富很多的人，虽然想到了，我们没有能力，做不到。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看第二尊，濯干漱光著净身。濯干，漱有根有本，有枝有干。然后才有条叶花果啊，这个树啊才能茂盛啊。干，这是讲啊这个树的作用。树的作用很多很多。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阴凉啊，树大啊，可以遮阴啊。这个意思是庇佑一切众生啊，这是在许多意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它能够疏光啊。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前面是说教我们布施，接着教我们濯干疏广。濯干，自己必须要有建树，自己要有建立，你才能够啊庇佑一方。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自己有建树才能服务一方。落实在我们实际生活上，这一个企业家，这一位商主，他所经营的事业，这个行业太多太多了，无论是哪个行业，决定是以服务社会、服务众生，这是濯干疏广的意思。我从事这个行业是福利社会广大群众的。譬如经营汽车的制造业，菩萨的企业家，他经营这个事业，他要养很多的员工啊。这些员工啊，要依他来养家糊口啊。这是他庇佑的，大树树荫底下了，在树荫底下纳凉的，是他庇佑的，要靠他生活的。他的产品出来之后，推销给社会，便利于社会大众的交通，决定是以非常合理的价格出售，出售之后一定服务非常周到，一切是便利社会大众，不是以自己盈利为主。那么我们要问，完全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不以盈利为主，他能发财吗？这个不学佛的人一定摇头，他发不了财。他不懂得发财的道理，他也不懂得发财的方法。我们学佛的人会点头，他会发大财。为什么呢？财富是从布施里头得来的吧？他以最合理的利润、最低廉的价格，完全以服务社会，这是布施啊！他能够天天修布施，年年修布施，他后面那个财富啊，源源不断而来呀，不可思议呀！对待员工就跟对待子弟一样，对待家人一样，能照顾得无微不至啊！自己的生活，无论是衣食住行，跟员工完全一样，打成一片。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佛菩萨？不是说老板我要多享受一些，没有，跟大家完全一样。这个人我们就肯定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
他的福报永远没有穷尽。啊，这个就是濯干曙光落实在我们现实社会啊。有这么大的福报，他们已经在做了。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年轻人年轻创业嘛，可以起家嘛。你如果要成为大商主，成为大企业家，以工商来利益一切众生，以工商来慈济一切众生，你的创业决定成功。你现在虽然一分钱没有，白手起家，十年二十年，你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了。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啊，现在发心来得及啊，就怕你不懂啊。所以佛法里头真的有致富之道啊，发财之道啊。啊，这是升官之道，哎呦，太多太多了，通通都在这一部《华严经》里面，应有尽有。啊，真是佛家常讲的“有求必应”，你要懂理论，懂方法，如理如法了，没有一样不相应。啊，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啊，你看，你求做佛、求做菩萨都能做得到。啊，世间这一点小小的财富算什么吧？啊，哪有求不到的了？懂得理论跟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再看第三位。僧伽伐要诸临神，前面两位表伐的意思很深很广，这个第三位教给我们，从事这个行业里头如何从基本上来修学，树也是从种子发芽，生根发芽，慢慢长成的。世间人所谓十年树木啊，一棵树能够长成菜，将来可以用得上的，这个所谓是栋梁之材啊，一定要十年以上啊，它才能长成啊。可是你别忘掉啊，最初啊也是从生芽开始。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明要从小去培养，所以教育儒家所讲的胎教，现在人有几个人懂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儿女，世间人所谓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你要不懂得教养，这个希望会落空啊。
所以第三尊主灵神呢，就是要我们注重根本的教育啊，我们现在讲启蒙的教育。同盟养正，就好像培养一棵大树，从这个小树苗培养起，天天精心去照顾，小树苗经不起风雨，如果不照顾，这个风，这个风雨把它吹歪了，将来它长得斜的，这个干就斜的不正的，常常要照顾它，有偏斜一定把它扶正，要做同盟养正的功夫。那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怀胎就要注意胎儿，不要认为他还没出世，他没出世什么？他已经有心了，他那个心呢，跟母亲生活，饮食起居都受到感染。换一句话说，母亲的心情、母亲的饮食、母亲的动作，对他产生影响。儒家懂得这个道理，佛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从怀孕那一天起，就要注意培养这个小孩了。何况他出世。这样的父母真有智慧呀，真正叫慈母啊。所以这个小孩长成之后，对父母哪有不感恩戴德之道呢？父母对他的爱护，对他的慈悲，对他的教养，无微不至啊！父母对他的期望，他将来长大一定不负所望，能满父母的心，能满父母之志，这大孝。虽然这一段是讲的先前我们所说的工商这一类的行业，如果把它引申，这社会上任何一个行业通通有关联呢。这个是人生第一桩大事，我们怎么能疏忽？如果把这个事情疏忽了，这个世界决定会动乱。他虽然有智慧、有技术、有能力，他没有品德。没有品德，有聪明智慧，有这些能力，都是为自己营私营利，对于社会大众疏忽掉了，趋向于功利，人人都争利，这个社会怎么会不乱？人与人间相处道义没有了，
都是厉害呀。那么这个社会也变成非常可怕的社会。说实在话，完全走向了功利啊，人真的不如畜生啊。我们现在看社会人确实如此。我们修行利用假期的时候到野外去旅游，我们看到树上小鸟，看到野兽，常常想到我们不如他了，他悠闲自在呀。文明国家这些野兽受到保护他们生活真的悠闲自在，我们看得很羡慕啊。我在澳洲澳洲人对于动物的爱护超过美国。如果在路上看到有个小动物在马路上，这个开车的车停下来，一定等那个小动物走开，他才开车过去。他们爱护到这种程度啊。这个树上有个鸟窝，我们现在要在这里造房子一定要把这个树砍掉，那个鸟窝人上去看看，鸟窝里头有蛋那么我们这个工程呢要延后，一定等它那个小鸟生出来长大了飞走了，差不多要等五六个月工程要延后五六个月再砍树再盖房子。我们人的生活比不上鸟啊，比不上野兽啊。我们一生过得这么辛苦，他们过得悠闲自在啊。人与禽兽差别在哪呢？人真的有智慧啊，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人受过教育啊。现在人呢，可怜啊，现在人没受过教育啊。我说这个话人家要骂我。但是我讲的是真话。我在出出家的时候住在圆山林济寺，就遇到几位大学生。我看到他们那些态度我很感叹，可惜没受教育，这话被他听去了。回来的时候四个人来找我来问我，你是不是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我说是啊。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搞得我要跟他两个辩论了。我辩论我辩赢了，他辩输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还不错，还肯认输还回过头来向我请教。现在不行了，现在学生不认输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个意思没有完，明天再跟各位报告。